这个基地路挺有意思的，走，这边就是自行式房车营地，我们看见了一辆自行式房车，看看这个营位，有水，有个桌子，然后呢，这边呢还有一个停车位，哎，我又看到了这个迈特威啊，大众的，这应该是 T6，这应该没改的，这应该不是房车，这是他们搞活动的，搞野炊的，这都是一家人啊，还搭了个天幕。这个基地呢，它现在是有水，电的话现在不知道，以前来过是没有电的。然后这边呢好多这种营地车，它这呢还有个简易的洗手间，不知道开门了没有，看一下。开了门了，还挺方便的。这个营地看来是晚上搞活动的，这放了一个屏幕，可能是搞投影的。哎，又看到这部车了，挺漂亮的。哦，这门口是搞大排档的，可能是搞夜宵的，哦，搞烧烤的。这里车还是不多呀，天太热了，穿的多了，去换衣服去。哎，这个飞机很好啊，呵呵，遥控飞机，抓不着了，这个飞机。哎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呵呵。哎呀，这个大摩托车呀！行了，我们回去车上换衣服吧。好了，我们上车换衣服，太热了。好，照例我们还是从前面上车，换了衣服，再做打算。